看一下这一波暴君 ，Prime 的话也是没有升到四级，整体四级情况是只有鱼哥多尔到了四级。那这边高级离唱起离歌，但是伤害并没有很爆炸，现在中途装备不是特别好。威放这边继续赶着杨戬一个人在团战当中，剩下一个杨戬，这边李白换四三连决胜，领先全场第二名，都是超过对手。看这边其实是大住了对面的一个。奶茶啊，奶茶是大作的对面关键人。我们看这边高精灵超级离哥，但是杀不死人。这边吕布又一个大招做下来，但是一v三我感觉有点危险。这边的话，曹操有装备压的情况下，赶紧往后撤。他跟谁的？没有射手啊，飞龙你也没人能跟。这边的话又很危险 ，Prime 一个大招保护一下自己。来过来直接被东方太一按住。奶茶这边直接按住了几十，李白很危险。这边有个大招上出来，这边奶茶直接被带走。你看这波只有一个 Prime 回来，感觉是能推掉了。我的天 ，Prime 一个人守不住，这里的话高地要被带走。这一波你敢信？这里的话我能换 ，Prime 还要死啊？能换吗？能不能杀掉？上往后撤了，带走了。这边的话，张狗一个闪现往后溜，奶茶赶了过来，这边等到能按到，按到的是一个孙膑。我们看一下，高精灵手上是没有大招的，这边奶茶要秀一下。我们看一下的下路，这边老夫子如果能单杀 Prime 的话，就要一波了。我们看能不能杀掉，应该可以，定住了，这样的话很危险。兵线已经就位，我们看一下，有可能。李白这里血量不是很多，哎，但是小兵没有了。这边 U 的话，不一定有机会，差一点点。又在下路，又是一拳头定到了 Gram 这边，又被东皇太一大道直接带走。貂蝉再开启大招飘了起来，但是几时这边输出并没有打出来啊，一个大招杀出来直接变残了，要回家补给一波。现在的话 ，Shadow 有点飘不起来的感觉，还是下路的一个兵线已经到位，高地水晶直接被破，哇，这波迅雷不及掩耳，这是破掉敌方水晶。恭喜 Estar， 非常大的压力，这是一个无射手哦，这边直接推回来，危险了。小鱼这边是红的，一刀斩杀。小鱼去抓人，他其实很疲软，他抓不抓不这个大招砸下来，砸到。但是这里的话，杨戬的抗打力还是比较强的，一个大招吸血回血非常快，能不能越塔强杀死？没有扛塔，是的，两个蓝 buff 在身上，威放这边。奶茶大招锤起来，没有锤到，张飞回头毁口一个大。我们看一下这边 Shadow 继续开启大招飘了起来，但是瞬间被秒掉。孙尚香都被疯狂输出，张飞在前面顶住了无数伤害。这边 Orange 是切到后排，看一看丧的这个关羽，一刀有没有机会打出伤害？漂亮。Gram 这边还要搞，关羽推回了 Gram， 再推。Gram 这边很危险，这边的话诸葛亮的位置。看一下 Jungle 这里很难受啊。哇，这边连推四下 Gram 终于是还好，终于是倒了呀。一技能转一下。不会打断你的。对，我们看这边关羽又是一个撞回来，但是张飞是一个大招，处于一个短暂无敌状态。关羽被秒了，直接被秒杀。牛魔这大招锤起四个，这边貂蝉再进场，貂蝉这个技能是掌握的非常好。这边 Orange 一个人顶住非常高的伤害，但是装备有点不好，打不过。四个人推进来是有机会的，赵云一个扎扎上来，一波多被打到半血一丝血。绝对要一波了，这真的感觉要一波了，要一波了。正面最后一个人也已经倒下，只剩下可怜的香香一个人，最后守不住了。恭喜 Estar， 恭喜 Estar， 2-0。